飙车不会，驾驶到腿，漂移不着，心里发慌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辣条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把个人竞速模式啊，排位赛。看看这一把，辣条哥能不能让对手们看操作就完了。求职物语这个图，说实话那真的是太简单了。虽然不是咱们的专属地图，咱们的专属地图是什么呢？兄弟们，不是运输船了，是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，整天打 CF 打的都打蒙圈了都给。咱们拿手头是秋名山，这一把虽然不是咱们的拿手头，但是我估计问题应该不是太大。别看我现在和对手还在僵持之中，后半场才是咱们的重头戏。不要慌，一慌就废了。这次用的车有点失误，不是太好看，有种笨笨的感觉。这个 A 车叫骑士精神，哼，我看一点都不精神，拐不动弯一样磕磕碰碰跑了一路。要是换成别的车，早就把他们甩开了。皮哥后面这个哥们特别有意思，他也不吵我，一到关键时刻就窜出来了，制造失误不说，关键是气人呐。他的目的就是让你着急生气，一生气完了，光想着怎么报仇了，忘了怎么跑了，然后就失误，这把就输了就。你小子太当了，竟然敢套路我，我堂堂国服第一飙车王能随随便便上当吗？太搞笑了。不过游戏之间有点套路是正常的，这样才有挑战性吗？对不对朋友们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